可以的。没拿着，没有操作，操作。你们班这这个病的，来上来。大妈，我不跟他起劲了。康玉琴拒绝戴扣子，要隔离，拒绝隔离，拒绝粉末，在这发布拿刀，拿刀自刀架架到自己脖子上，先是发布看，你怎么接触的？来全网看一下啊，看，物理员卡斯，这就是康玉一琴，一琴这么严重的，拒绝隔离，哎，我又辱骂俺们的工作人员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这，看看就这。